双十一过成情人节，关晓彤鹿晗日本约会照曝光，同桌吃饭超甜蜜。在娱乐圈中有很多因戏生情的明星，但是他们也有可能是在戏外认识。今天我们要说的这对是自从公布恋情以来就一直被黑粉攻击，导致两人直线掉粉的关晓彤和鹿晗。虽然两人的感情一直备受人争议，但是两人似乎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，依旧是恩恩爱爱。近日一组照片曝光，关晓彤和鹿晗利用双十一时间，两人去日本约会。照片中关晓彤扎了一个丸子头，鹿晗也是一头金发，两人也都没有化妆，是素颜的样子。就在此前，两人一前一后出入机场，所以就被广大网友怀疑两人是同去日本约会。这两个人恋爱可以说是低调到了极点，就连约个会也都是去了国外，他们选择了一个对他们来说相对于安静的环境。有网友爆料说，他们两人并不是同时到达的，而是鹿晗先到达，然后关晓彤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之下才到达。我们都知道平时情侣见面都是面对面，但是他们两人却是并排坐着，